走。这是皮蛋吗？怎么？你想报名红沙岗啊？就凭你哦，笑死人了！平常都没听过你讲过两句话，还以为你是哑巴。对啊，我们婷婷都还没有报名呢，你在想什么？婷婷，上台就是丢我们班的脸。对啊，搞什么？喂，别跑啊！不是之前输了亚军吗？不要离开，我们去宿舍吧。好。